跟姐姐一起猜，撕破。这是谁送给你的？跟妹妹的。Lisa。谁是 Lisa？ 啊。谁是 Lisa？ 知道吗？跟爸爸学网球的一个阿姨。很漂亮哦。还送金子。也许是一些笔记本之类的，还有一些是哦，对呀，笔记本。好漂亮哦！圣诞节都没到哎，树底下都没有礼物哎。那个树还歪一边，冷冷清清的躺在玻璃旁边。瑶瑶，你一起帮姐姐猜啊！爸爸说你一起猜的。他不是说的。把它撕破。